位于亚利桑那州 Scottsdale、知名度直逼西雅图口香糖墙的 Mission 餐厅，最近又开始走红，因为来到这里的顾客都要尝试舔一下墙壁，并且类似的习惯已经跟了这面墙一样存在了十七年。 主要原因是，整面墙都是由喜马拉雅岩盐制成。厨师会建议，可以在喝了龙舌兰酒之后，舔一口岩盐，来维持酒香与风味。理由是，喜马拉雅岩盐本身就是天然的清洁剂，且餐厅员工还会定期的清洁擦拭。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